粉丝们就在台下挥动荧光棒，不停尖叫，全场气氛高涨。仅隔热舞后 ，GOT7 就在粉丝的欢呼声下再次出来跟粉丝们见面。其中香港成员 Jackson 跟台湾成员 Mark 更用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。北马的 Jackson 又用帅哥来称呼成员，又称呼 Ben Ben 为泰国王子。当 Ben Ben 以不太流利的广东话跟粉丝打招呼时 ，Jackson 就当老师教 Ben Ben 跟大家说：“准备好一起狂欢了吗？”然后一众成员就跟粉丝们进行玩游戏环节，可以欣赏偶像表演，又能跟偶像近距离互动。相信各位 GOT7 的粉丝这晚应该也很满足了吧？香港报道。